脱吧，有纹身。哪里是纹身？你看，这是防晒，还以为是纹身，虚惊一场。哥吧，这边是好多黄山洞，那不是今晚宵夜也着落了？就知道吃，这玩意65一斤，能挂好几斤猪肉呢。好久没吃砂锅粥啊，咱们整个砂锅粥吃。行，我回去拿钓黄山的工具，你去挖挖南河料。好嘞，咱们这里集合。好。这瘾不够啊。拿过来，挂上，把引诱杆全部放洞口引啊！好，全部放上了，就等它上钩了。我守这边，你守那边。好嘞，有动静了，有动静了！啊，哇塞，哇塞，伟哥，我开张了，这条还不小。哇，好大！一会我钓了肯定比你大，等你钓到再吹牛。呀，拉了拉了，喂，你看，分分钟拉起来。哇塞！哎呀，得叫我表弟给我多送几根钓，我得把这桶给他钓满。他来不了喽。来不了？怎么说？你不知道吗？他老妈一直在催他找对象，各种相亲烦的呢，能来了吗？哎呀，差点忘了，找女朋友你叫他上一对啊，不用加号，直接聊天，随时随地跟各种各样的美女帅哥语音视频，喜欢就同城线下约见面，找个女朋友还不简单吗？那太好了，我一会儿就叫他上来一对找女朋友。我这边动了，这动静应该不小。哇，还不小。哎呀，还没我钓的大，我看不上。看不上啊，也是黄鳝。对对对，在这也是黄鳝。哇哇哇塞！哎呀，没了。走，要不是你叫走，我肯定钓的比你大。那要不明天再比比？来啊，那你挖挖能饵料，没问题，就算你老妹。你去把粥煮一下。好。飞哥，粥开了没？开了。黄鳝砂锅粥，好久没吃。我也是啊，等滚了下灵魂配料。哇塞，熟悉的味道，煮锅。那飞哥，这你的。嗯，好香。那你的呢？我随便就可以了。我看你是挺随便的。吃啊，吃。